要佛的来讲，啊，迄物件拢对这个在家菩萨来呢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供佛供鬼神无要紧啊，你迄咱如来禅师，啊，一年做几啊遍的这个普渡法会，啊，七月啦，啊是哦，做当时做法会嘛，捌放羊口，啊，遐物件呢，咱嘛是提起来，啊，提起来食啦，不过是安尼。你若知影讲迄个物件去拜过鬼神过，哦，你就莫阁摕去供佛啦。咱人会使摕，煮啊烧摕来食，拢袂要紧吼。这是我啊，甲你说明啦嘿。啊，无你若讲遐物件拢悄悄去偷角，哦，这生福呢，啊，生福啦。啊，你讲拜过鬼神咯，都食去啊。啊，其实伊是甲你食迄个味啊，毋是拢甲你食去啦。哦，这个就是呢，啊，咱对迄个修福的方面来讲，来说明哈，这个简单个咧，啊，回答个只下面，在个啊五种前行第25条嘿，若有不舍，亦不宜修持戒意，堕落欲在比丘啊，佮加一个比丘尼哦，沙弥或者沙弥尼前行。是又不是一辈，这是个罪，不去对了，不正有作。这条就是讲佛陀啊，得制定咱这在家居士在家菩萨，啊，对三宝、对净宝，一种的恭敬啦，嘿，哦，一种的恭敬心。假使那是讲在地路呢，在行，哦，同款方向，同款方向在行啦，吼。啊，拄啊遐拄啊好，有出家人，有遮出家法师，不管是比丘或者是比丘尼，啊，甚至沙弥、沙弥尼，我这沙弥、沙弥尼虽然还未受基督戒，伊嘛已经出家啊，受过沙弥戒，伊有这个戒品呐，有得戒的戒品。啊，咱毕竟是一个在家身份吼。表示着对进步的恭敬，哦，咱爱让路，啊，让路，或者系出家人行在咱的头前。咱袂使讲，啊，你一个和尚，你一个出家人，你去行后边，我行你的头前。安尼就是，哦，对进步无恭敬啊，对进步无恭敬，就包括三宝在内吼，因为这出家人就三宝之一啦。所以就是讲，啊，在迄路呢在行，啊，迄个时阵啊，是讲拄啊有出家人，啊，啊，你都啊谦虚一下，师傅，你行，你大声行，哦，你袂使抢在行在迄出家人个头前，啊，一种哈无礼貌啦，吼，啊，对前辈失去迄个恭敬心吼，但背负背灰呀，要培养福慧。咱在随时随地在什么环境中，咱拢会当去培着福报，啊，培养着智慧啊。哦，你敢若一个有一个礼貌来合作，啊，让出家人行在面头前，这都一个恭敬心。啊，你表示着无迄个旷过傲慢心嘛？哦，安尼就是你会当得到福慧，得到功德。哦，这真简单的代志哦。啊，你若是讲在迄个中间，嗯，你也无得比我较大啦。嗯，我即马身份偌大，你敢知？哦，我做总统呢，我做什么大官呢？我是一个大好野人呢，一个董事长呢。啊，乎你这个和尚惊我的头前，我面子拢无去。啊，这未使安尼想啦吼。所以伫遮嘛附带。甲咱遮菩萨安尼说明，咱要修学佛法，头一项真正就是爱甲咱的哦身段哦，咱的身段放互低落去，愈低愈好啦。啊，变换一句话，就愈谦虚愈好。嗯，我到即摆我嘛是安尼，我虽然是出家遐侪年啊，修戒遐久啊。我有咧，我家己的师长，有家己家己长辈，哦，我嘛是足恭敬啊！啊，譬如恁的德界和尚净心长老，
啊，我甲上含伊嘛是我的长辈啊，因为我修改伊是我的因的事啊，所以甲即嘛啊，我老啊伊嘛啊，将近要到十，我嘛是啊，当作我的长辈咧甲伊看待。哦，伊咧过年、过节、过生日啊，我嘛去甲啊包红包嘛去甲伊顶礼去甲伊拜哦。啊，我嘛是啊，甲即嘛啊，对遮一般人。嗯我嘛是啊，那啊，你要看，恁教我烧香心，我着合掌啊，阿弥陀佛啦！啊，我绝对无讲，甲恁讲，我目睭去敢看观观，无看到恁遮菩萨。哦，我时时刻刻拢看恁遮菩萨啊，我甲恁当作佛祖啊，甲恁看待呢吼。所以暗时啊，暗时啊。啊！甲因讲一个开始，啊，着个人拜一个愿。你们下班，我讲恁来加穿衫哦，爱加配哦。啊，啊有个啊嘛是一种关心啦、啊，一种叫做啊。啊，我若甲你讲，哦，我偌大哩，我是叫做什么？啊，安尼我永远拢叫做啊原地踏步啦，拢无拢未精进，我变成安尼拢总无进步。我到即嘛，我都要八十岁，我嘛是安尼吼。啊，对这菩萨啊，安尼真有礼貌嘛，跟你合掌，跟你阿弥陀佛啦。哦，啊，恁来，哦，我嘛天地给恁礼貌嘛，嘛合作是呢，安尼啊啊，就大家拢是同参道友啊。我无讲安尼亲亲，啊，特别讲合作。哦，啊，恁若家己外悬都外悬。管住你的管啊！我越住我越摇，啊啊，互相无相交叉，永远都结未着缘呐。所以这家这菩萨讲啊，讲啊，你过去是偌伟大的一个身份吼。咱即摆拜佛啦、啊，皈佛啦、啊，从头来啦，开始是从迄些婴啊开始来吼，咱、啊、开始要学做菩萨啦。哦、啊，等下。啊，身段爱柔软一点哦，因为咱要去度众生啊，啊，要度众生，啊，你对这众生，脚下去咧，腰弯下去咧，你牵的线鱼啊，唔知牵会到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的身段尽量要放低一点点吼、哦，所以这家就是讲啊，咱伫路上咧行久了，这个出家众。哦，啊，咱就谦虚啊，师傅，你行我头前，我行后边去。哦，而且呢，个人咧问讲，师傅啊，啊，这世人啊，未了道啦吼、哦。我这世人啊，都有拜佛，啊，那是未了道呢吼、哦。有人咧讲啊，今生那是无了道，后生会去披魔戴角还，这意思吼。哦啊，这是针对咱佛的弟子安尼来讲。第一点，对阮出家人来讲，讲阮出家人所来的拢是对施主的手中来哦。啊，这出家人是饮食还是物件拢对施主的手中来？啊，你食了施主的米布施的物件？啊！你若真正无修行吼，哦，后摆只个债务拢是伫个施主个身上呢。哦，你想讲享受只用个，拢是伫个施主个顶悬。啊！你拢无修行，真正后摆就啊，摕迄批就像讲披毛戴甲行啊，做牛做马爱行人啦、啊。这是第一点，对咱出家个方面安尼来说明。咁啊，第二就是讲，哦，对咱在家居士来说明，啊，你在家居士，哦，你入来佛门内底，直接佛祖嘛，有予你真正大诶，真济优惠啦，哦，哦，你信佛，你看，啊，予你安尼身躯庄严，心地予你清净，啊，你会当有迄个慈悲心，有迄个道心，啊，这毋是拢佛祖予你啊。我嘛爱感恩呐、啊，对唔对？我啊就未使。如果你若是讲啊，旷过五万啊，无拜无三拜佛，我想要成佛，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
那有遐简单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袂使，上要紧就是袂使起迄个傲慢心、骄慢心、控高心，啊，咱哦就是呐爱迄个柔软心啦、啊、慈悲心啊，听有无？啊，我们就拍一个谱啊！哦，第二就是讲，搁再问，啊，节目会先咧开始讲，持六斋日一定爱受持八关斋，哦，啊受持八关斋嘛，但是有在迄个上班的时阵要安怎呢？啊，我见你被影响着，你受八关斋，迄一天，哦，啊你都嘛照常去上班无要紧。你就只要不杀生、不偷盗，哦，迄一天夫妻未使啊行淫欲，啊不淫欲啊，啊去上班不忘记、不饮酒，啊不穿，卖去穿啊足水啊呢，哦啊多拜佛多用功修行啊，卖讲啊就加困较济咧安尼，你未使讲啊我今仔就斋戒日啦，哦我加来拜一寡佛，我平常。啊，较无时间能拜，哦，啊你去上班嘛无要紧啦，哦，未影响到你，啊，你这问题哦，这拢未去影响到，拢无要紧哈，啊你要做，未意思你讲，啊我要去上班呢，啊好做先啊，咁你讲迄个戒条未使，啊未使打扮啦，未使抹粉点胭脂，啊你一讲都个。啊，面啊洗清气都衫裤净啊整齐都，人敢咪讲你无抹粉点胭脂，敢咪甲你计较吗？敢咪甲你问吗？讲你今仔时安怎无点胭脂啊，无抹粉啊？啊，我想人袂安尼甲你啊，颠倒人会甲你讲哦，啊你怕有修行哦，今仔去安尼较朴素来，颠倒人会甲你恶乐啦，哦，比甲你讲啊你无打扮。你要出门一定是讲啊，穿衫裤穿啊整齐嘛，对唔对啊？伊个恁在家技术、在家身份拢无要紧，你像南疆去穿西装啊，跟迄个油价贵啊，啊，还是要做女将菩萨，你点头毛啊，拢无要紧。只要就是讲啊，免阁端抹粉抹甲红皮红记记啊，都安尼啊，穿起来，啊，迄就是一种被人看讲你真水，啊，迄就。啊，一种障碍啦，你着朴素朴素着，这拢袂要紧啦吼。啊，这问题真好，真好解决啦，嘿，较紧。啊，第二十六条献过来。啊，精色不光分，改第二十六条。若有不色，有不受气，改以精中复色。若偏为疏，啊，选择美好，过分于假。是一波是一波，第四日做不起，做到不正有作。这条的解意思，请师傅或者是请其他的法师，要去恁家，要给恁请，要去应供。我、哦、啊，你要去应供呢？啊，不管师傅去还是其他法师拢去。啊，你这个物件啦，供这个物件、用的物件，你拢爱公平啦。你绝对袂使讲的。啊！伫大众个面头前讲，哦啊，这个师傅你是我的师，啊，伊毋是我的师，吼、哦。这物件就讲，师傅，这块香菇较大，你予你食。啊，别人都唔免，啊是这个菜较好食，我、哦、就甲师傅拣几碗，啊，别人拢无予伊，安尼做，等下做在恁个迄个外表看起来讲。有人是为人，就袂甲你计较；啊，为人讲，哦，啊，你遐偏心嘛，啊，啊，事是人，我毋是人啊，啊，你若讲咧，啊，你就干脆你若讲无公平，你就毋通请遐人啦，干咧请师傅就好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你若是啊，要请遮个师傅，请遮法师去，互恁兜互恁请，你拢公平，共迄桌，就是共迄块桌，食遐菜，啊，你若要包红包，哦。啊，这个表面上讲叫做，你若是要加一点仔输，迄个另外是输害是怎去互输啦。我安尼来讲，一百块，大家嘛一百块公平就好。啊，你才袂引起啊，别人有迄个哦，起一点仔迄个
动念啦，失去人迄个无欢喜动念，即条就是讲，咱要请出家人来互咱请，公平公道，拢共款就好，袂使分别哈。下面第二十七条，这也是属于保护众生一条的戒。若依不舍依不依受持戒意，若养禅者，是依不舍依不依，第四者不弃对了，不正有种。你看这条戒，你就知影讲是对印度来哦。印度人，印度人那是无信佛的人。印度人的好家人哦，伊穿的衫裤拢是足好的上等的布，拢是地丝雅布。迄丝雅布是对对来，丝雅是对迄个牛啊、蚕啊来。咱有人讲牛啊，有人讲蚕啊啦。咱台湾即马嘛有人咧饲即个哦，啊，抽迄丝雅，啊起来去做牛啊皮、蚕啊、牛啊皮啦，做即丝雅布。丝雅布对对来，害死迄、那个迄蚕啊是偌济呢？迄蚕啊就是像咱咧水产咧讲讲自作自电啦，伊共款一尾虫，家己吐丝。啊，吐一丝，家己安尼甜，甲一粒像大老母遐大粒，爱糖伫内底，哎呦，这自作自垫伊个胳膊是，啊，迄为了爱水个人穿迄丝仔布，哦，印度足济人饲这种蚕毛，啊，迄买一块布丝仔布是爱害死偌济遐蚕毛呢，迄拢安尼饲嘞。啊，去收了规牛车，就规卡车哦，啊收转来，当用个鼎安尼啊倒倒落去鼎滚水去甲杀啦，去甲煮啦，啊煮迄牛啊都死去啊，迄个牛啊，迄牛啊死都结龟球啊，哦啊结龟球了，才摕迄结龟球来抽丝啊，哦所以佛陀伊阵啊知影讲，哎呦阿弥陀佛了。啊，为了爱情水，去害死遐侪众生，唔只佛陀在这条界个，啊，这甲杀生有关系吼。讲咱受过菩萨戒，啊，唔通去过去杀害遮侪众生，为了身躯要清水呀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有人定在批评讲，啊，咱学佛的人，哦，卖去穿迄个皮鞋啊，去穿皮衫啦，啊，迄都。啊，无去甲追究，就讲啊，迄个啊，普通啊，哦，大家也较袂去讲去议论纷纷，较袂啦。不过就是讲啊，咱唔通去饲迄蚕啊，去用抽丝，哦，这罪过足大，杀生吼无量啊。好，下面上尾条啊，上尾条，这条改作要紧的，经行路见病下去，改第二十八条。若有不识一辈受持戒意行路之时，遇见病者，不妄暂时移作方便，啊，附着所在移下去，者是一不识一辈的是你罪，不去对了，不正有种。这条，如果那是讲咱在路里在行，啊，看某某一个人，啊，临时发生迄、那个。啊，紧急的病啦吼，哦，啊，迄临时迄个紧急的病啊，倒伫啊路边啊，倒伫涂骹，哦，有啊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心脏病压起来，啊是迄个血压悬起来吼，啊有当时啊，都这也是紧急的病啊。啊，有咧，如果那是看到这种的人，咱就爱赶紧发着迄个慈悲心吼。救护心，咱如果那是啊，或者是讲，迄个人发生车祸啊，啊，赶紧解救啊，无伊性命会死去哦。啊，这分作几啊种方法来讲啦。如果那是讲一个破病，哦，真正伊个病爆发啦，倒伫涂骹，赶紧，即马介方便嘛，你手机啊摕个，啊119啊，赶紧来哦。遮济人破病伫遮，哦，毋免三分钟，迄救护车就到位。如果若是讲看到发生车祸，啊，你嘛着甲解救啊，
啊，为人足济人，即马讲啊，去解救人变成黄大主讲啊，伊是共弄着的人，所以为人都唔敢去解救。那有一个办法，赶紧叫看路边的人，还是哦，赶紧叫人讲啊，来啦，这个人啊，有车弄着啊，赶紧足严重的，来咱大家做一个好心，解解救一下吼。啊，一方面叫119，啊，一方面。那惊去用热着，咱较紧叫边仔人来，吼、哦，来，做这个做证啦，吼、哦，做这个证，吼、哦，正袂去用热着，讲吼做啊，变成好心煞无好报，啊，就是安尼吼。所以这条，就是讲救护患者、救护病者呢，功德介大。啊，你若是讲啊，惊去用热着，啊，咱无必甲解救。啊！你着真侪方便啊！你手机啊，摕个要做着个拍，啊，着使解救人哦。啊，你若无个解救，啊，互死去，啊，安尼着算一条性命，着等于你杀生共款啦。所以，这条爱培养咱个慈悲心、救护心、一种爱心啊，这种呢吼、哦，是佛陀特别甲咱遮个佛弟子交代啊吼、哦。所以，这条啊，真要紧吼、哦。啊，牛的病者，哦，牛的破病人，牛的啊紧急的，哦，这牛的灾难呐、啊，赶紧救灾呀、啊，哦，倒下手啊，哦，你看咱高雄这个六姑乡啊，嘉仙吼呀，八八水灾，啊，你看迄种啊别村呐、啊，迄山路落来，规个砖头墩啊，砍了了，啊，我迄个时阵，咱就话甚事？啊，嘛要变成一个水世界呢，迄阵下边遐还袂吞起来，水淹到咱的这五罐，这个五罐桶来，啊，到咱福州大殿遐去，大殿内淹袂到两尺悬，咱外口即马咧拜佛迄个所在遐，淹180几公分呐，你想看卖？啊，所以迄阵啊，咱团结所有的物件，一楼所有的物件呢，拢总报销去，拢去啊水淹去啊。很歹去，啊，所以说咱即位要团结，拢总是新的，无准是一楼所有的啊，遮个家具拢总歹去，拢完全拢换新的吼，啊，所以包括恁即马恁困的所在，迄位足久啊，位拢歹去，规个拢总啊，你看恁即马困的所在，垫地板无吼，啊，迄物件位拢新学的，包括迄条电梯啦。哦，啊，一挂即新设备，哦，因为爸爸水灾，哦，啊，但是咱市呢嘛是灾区之一啦，啊，但是我呢，连到我走去灾区，啊，基山迄个一个叫做基山病院，迄个新兵乡一个叫做学校的广场，啊，迄阵啊，迄直升机去救灾啊，为了灾挖出来，啊，冇灾死的出来，啊，迄个所在我都。设一个啊，这个上经的迄个合作团底下，哦，大家都底下上经，加遐死去的人去跟上经吼，啊嘛底下倒卡手，哦，去发到迄个做冷冻车来，啊，足可怜的，迄阵都，迄规个山陷到底死啊吼，会底较深的无当去挖，啊会较浅的，迄身躯拢一块啊。袂当分别，讲是男将还是女将啊！啊，就先啊扣扣用个袋啊袋起来，再出来迄冷冻车遐，啊，以后才去火葬啊！哦，这都是一种咱个天灾啦吼！啊，迄阵啊死足济人，死敢四五百人哦！啊，迄阵我嘛伫遮，随时就好咱高雄关佛教会遮大家，随时无几分钟是。欠100万，真不欠1000万啦！提起合作，啊，提起合作救灾去管政府去吼，啊，这就是讲咱遇到灾害的时阵，咱大家发起的慈悲心来救护吼，这功德之大。即马这条文拢讲好啊，后面一段就是啊，佛陀甲咱遮的菩萨赞叹。讲玉善男子，佮加一个善女人，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
啊，就下面讲若有波舍，有波以自心能受持如是戒。哦，自心能受如是戒，就是讲会当受这个五戒啊、菩萨戒。哦，世人呐、啊，名为有波舍，有波以中分陀利花。这个分陀利花是印度一种的花吼、白花，足大粒，佮足白，佮足香啊！啊，所以伫迄个佛法常常都用迄个花来做譬如，哦，啊，来到咱中国就是讲用迄个莲花无，哦，啊，莲花生在迄个污泥的所在，袂去受污染。啊，印度这种白花呢，足香足水，啊，佛陀都佮摕来。啊！甲咱遮菩萨阿耨讲，哎呀，恁会当受持戒，哦，这功德足大，就亲像这花安尼遮香遮水，哦，咱受持戒清净啊，较早歹名声正变好个，大家甲咱阿耨赞叹吼。下面讲，又不是又不一种微妙上香，哦，受持戒度大，大家都甲咱赞叹吼，咱个名，咱个名誉名声都足好个，像伊。点着好的香，就香的。哦，下面讲又不是一杯中清净莲花啊。哦，讲到莲花走出来。哦，讲咱大家、在这个哦五浊恶世中间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咱会当来信佛，会当来修戒。哦，就像这污泥中间的莲花同款啊，足清净庄严。下面讲啊，是。又不是一波一中啊，真实的进步哦，哦，可能叫做啊，讲咱修戒持戒呢，就是敢那像这个菩萨，敢那是像迄珍珠七宝同款，大家咱认真赞叹阿耨。下边讲又不是一波一中，丈夫之人呐、啊，讲咱来当来，在这个佛法，要当来信佛，来皈佛，来修戒。啊，这个大丈夫的迄个精神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大丈夫的精神，唔是软弱者。哦，下面佫一段佛的赞叹，讲善男子、善女人如佛所说，讲菩萨啊，就是吼、哦，你看连佛陀啊，都阿罗这的哦，在给菩萨啊，这受过菩萨戒的人，都阿罗讲菩萨有两种，一种是在给，一种是出家，讲出家菩萨。名为比丘甲比丘尼啦吼，啊在家菩萨叫做名叫做优婆塞优婆夷，讲出家菩萨啊要行修持这个出家戒是不为难哦，较容易啊。啊在家菩萨要持这个啊在家戒啊是乃为难呐、啊，这佛陀嘛知啦，知影讲咱在家菩萨啊在家居士。咱这个家业、俗业较济啦，哦，较济啊！一工拄到拢是讲哦，啊，咱的这社会这问题啦，吼、哦，食啦、住啦、用啦，哦，拢是这问题。啊，你看，那个趁较无食的人，你看，安对透早到暗都安尼伫啊，啊，无甲要死去啊，无甲要害去啊！啊，这毋着对修行来讲。啊，毋着较困难嘛吼，所以佛陀嘛知影讲哦，出家要修持戒行较容易，较无遮障碍。咱在家呢，要修行要持戒，老实讲实在，哦，都爱靠着伊意志力啦，靠着他的意志力吼，靠着他的坚强坚强啊，迄、那个意志力。啊，若无呢吼，干那好。哦，遐在家遐事业家业，某一个都乱去啊，都无心嘛。哦，所以佛陀呢，甲咱阿耨赞叹讲啊，咱这在家菩萨哦，真好哦，真高哦，在迄、那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叫做繁杂的社会，会当来修持戒行，足无容易，所以佛陀足欢喜啊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下边最后一句讲啊，在家菩萨多恶因缘呐，哦，这个世间缘足济啊，啊，要成就出家人安尼，较无容易，都爱靠恁呢啊，清净心、意志力啊，才会当把这个佛法修持好了。
不过就是讲啊，这一条街哦，就是讲受。